作风妖惰，以凶肆杀，有借情人之魂，过往的故事如新浸的红酒，再多比意气动人之味。欧阳亭，无凭的亲友，依旧不来看你了。没错，人是好久不来吊祭了。你是李国恒？哼，难得阁下要记得我一个故人之路，但为水还头，又会我之不票不敌敌，就立下战友，就好要惦记着在这个红山野地，要种着一个恁的救命恩人。红林清影，至今仲清醒。灵动的温情，无人敢忘。哦，是吗？来，梦情这四杯酒，是我代母亲为各位故友准备。你先来，就由你先选一杯，敬敬我母亲。看干冰来，几次面有难色，不会是要我先干杯敬？因我两计，只有情义，你无休啊！小一子从我心背西江独秀，这杯我却之不恭。甘愿信用最大剑秀，你，你讲个得体，就表示不是忘了。恭喜你终于清醒，也恭喜你一所遥远的朋友终于回来了。哼，要领这娘单挑风情，我乃希望对你毫无影响。尤其是时辰催不着我，所以我又回来了。怎样，见着我活过来你无欢喜吗？不过就只是这样子，有什么好欢喜？哎呀，太冷淡了，这因我一时感动加泪连连的减少反应，完全不懂啊。当真无稀罕我活过来。无水不精吞不红，无尽不兴不贫红，以物为木，天机有勇。一日当天无风，银河局尽数人呀，这是我以尽魂的一生，与他人无关。哪里有千口行人绝对天骄的新魂了吗？绝对天骄，有翁德兄天气中匆匆即行来告中毒，云云红红自天骄，混沌世局自私心。你告诉你来早了，地点又不对。是哟，咱欲在关前了，但见你一人独行，疑心不忍，所以我以特别的叮当来送你一听。来人哦，阁下襄阳暗处是否会众多人马，一日献身。好的，叫，彼个说当兵不杀别王道，面对大军包围的天机中，该如何躲避出击？
掌风滚喷离，后方黄金人以独独平法绝对不小，来到一处神秘飞鸿突然好。这个病有妖红，有好比个病尽修肉命啊，杀了林地下必杀，鬼将再行兵攻其他人，先别鬼将就将时候来临，求助又回流行安全的国盆，有种看出火中歌舞，有天骄行灵救还人数，正会艺术交换，以疫情应如何应对？有必胸情，请继续收看我们的播的戏。听了《英雄之刀剑春秋》第十九章，勇者初会。